即马就是讲，有个人已经退休啊，有个人还未退休对无？还未退休的人，要领Social Security，伊有一个限制，就讲我是1948年出生对无吼？我爱啥物时阵才会当领我专业啊？这个退休金吼，伊有一个规定的对。你若是伫1937年以前，你是哦到65岁人会当退休，你会当领实际上100%的这个退休金吼。你若是伫1943年到54年之中的时阵，你的退休年龄是66岁，就是讲你要领的时阵是66岁。你若进前有个人讲我62岁要领，会使。你本人若是有去上班，你要领你的退休金的时阵，你62岁就当再去领。但是你领的时阵有收入限制。你若是66岁的时阵，吼、哦，66岁才会当退休的时阵，你62岁去领，你会当领你的75%尔。哦，啊，你若是65岁的人，你伫退休的时阵，你的时阵，你会当领到80%对。啊，你若是即个67岁，37岁，就是讲1960年以后的人，你的退休年龄就是67岁。67岁的时阵，因为最近即个台湾啊，咧差甲真大，所以就是讲，你算要到80、80岁啊算。有的公司就是讲，像阮公司就是讲，我是爱80嘛，我即个退休制度是80，30、80，就是讲你的年龄加上你的年资，加起来80就对。啊，台湾是安那算，我是安那算，就是讲这个数字是安尼来，吼、哦，这个基数就是讲列年人加上列年资，按达到这个上面，这个上面数字是安尼样的吼。所以你即摆知影就是讲，哦，你假使讲你本人，还是讲你的囡仔要退休的时候，你会当参考这个表格对，吼、哦。啊，啥物款的时阵退休，有人讲62岁就去甲领，太高，大概你那是。会当活超过15年啦吼，你就输啦。你若是无超过15年，你就赢。因为你若65岁退休的人对无，你先领差不多4年嘛，62岁到65岁，大概三年吼，3年的时候差不多到十，就是讲迄个百分之，迄个 20% 吼，你去赌嘛，大概是到10几年安尼。所以就是讲 ，depends on 看你会当活偌久，所以这无人会当甲你决定讲什么款上重要个对吼。啊，你无人讲，假如讲连目睭会倒，我算是袂倒了吼。所以你来算看卖，就是讲你啥物时阵要去领，这个收入是对真有关的，家己定下节节去算看卖吼。对对。啊，过来就是，即马真正人要来讲这个，讲这本册就对吼。这本册就是讲，可能你有收到。但是你伫厝里可能讲无注意看，我今仔要来甲大家介绍讲说，这个内底真正内容，这个part A 啦、part B 啦，我等下甲大家介绍，我就是先甲你跳过甲大家讲个咧吼。伊是讲这个第四个就是讲你要安怎去选吼，要选安怎选对你较有利吼。每一项无共款，无绝对个就对啦。就讲你入去百货公司内底，你到底买啥物，到底对伊。有下用的吼，后来就是讲，这个联邦医疗保险分两个大系统，一个叫做 Original Plan， 一个叫做 Advantage Plan。原有的联邦医疗保险，甲有利的这个联邦医疗保险，多一个对伊来讲较适合吼，伊一个比较。过过来就是讲，这个 prescription drug 就是讲 Part D 这个处方药的时阵，伊就会介绍来你是讲啥？过来就是讲，有真侪人讲啊，我确实都无遐侪钱对无？我需要补助，啊，你补助有啥物标准？哦，伊有来介绍的哦。过来就是这个，你进入这个65岁了，你就去申请着这个联邦医疗保险的时候，你有啥物权利？哦，你的权利若是讲去用疏忽的时候，你要安怎去争取？哦，伊有来介绍的对。过来就是这个long term care。Medicare 不是 long term care，long term care 是 Medicare 简单来讲就是跟他讲啥，你若有破病需要治疗 Medicare， 你若长期要疗养的时候是 long term care， 迄两个无同款的系统。
long term care， 你医疗你一天讲医疗保险无甲你 check care long term care， 所以你该爱安排就对了。啊，个过来就是讲 more information， 你要找较清楚啦，是你会当用这个网站去找。这个内底，这几个就是讲，如果甲拆较易的时阵吼，每一周讲啥吼，这个可能咱无啊就是讲比较难对啦吼。这个这三个，这就是讲，伊内底吼，你若拆了了，伊就是要看内底。伊有咧讲较真详嘞，讲即个内底吼，啊内底每一个车队伫第几啊讲啥吼，啊我已经有把特别整理出来，所以看即个 slide 就使。伊伫第四啊内底，我这字真细字啦吼，即、這个我拢有写伫第几啊，第四啊内底伊有讲就讲，即本册2013年的时阵，伊有啥物新的物件就对了，吼，啊新的物件大概怎样介绍就是讲。你若是入去甲即个 party 的部分，啊，你若去买即、這个brand name， 就是讲正牌药的时阵，哦，你会当摕到偌济discount。啊，你若讲去买 generic 迄个，即讲副牌药啊，吼，迄款咧啊，大概当偌济迄个 discount 吼。详细吼，你大概伫你的每一日的生活内，你可能爱有你个医生，你嘛爱去认捌上少一个，即个 pharmacist 吼、哦，就是讲迄个药局生，真侪物件，医生无法度你搁较详细，药局生相对较难讲较详细吼。伫、哦、即个14页的部分，伊就要甲你介绍，即摆还无，我是干呐巧来去讲尔吼。等下第三部分，我会甲你大家真正介绍讲 Medicare， 所以你即马这个部分还阁免先预查先嘛。这个第十四page 内底哦，14页内底甲你讲，就是讲你要选择这个医疗保险的时阵，伊有分这个 Part A 吼、哦，啊甲 Part B 这只，啊这个 Part A、Part B 伊就叫做 Original Medicare， 就是讲原有的医疗保险，所以。你伫遮甲一个看法是讲，联邦医疗保险简单讲就分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讲 Original Medicare， 啊第二个部分叫做 Medicare Advantage Plan， 哦，我甲翻作优利保险。啊，联邦政府因正式个中文本一个优势保险，啊优势保险，较无啊，较细看无吼。啊，内底就是讲 Original Plan 内底就是 A、B 各款。你爱买 Part D 的对，啊，即个买的内容几回，我等下甲大家做较详细介绍。我是先甲你了解一下吼，先做个这个对照。啊，这 D 落了，就是还佫有一个，就是讲，因为你这个 B 的部分，联邦政府甲你付20%，你甲出20%，啊，你20%的时候讲起来，你那。不是你看医生的时阵，负担也真大，所以伊就建议讲，你去买这个 supplement， 就是讲这个差额保险吼 supplement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健保系统，健保系统就是这个 A、B 了 ，A、B、D 不管就是 supplement。啊 ，Advantage Plan 就是 C 吼、哦、，C 就是啥？就是讲你个 A 甲 B 加起来就是 C 了。所以真多人家知影讲，即有 Part A、Part B， 啊，唔知影叫做 Part C。C 实际上是 A 加 B 叫做 C 对不对？啊，但即个 C 的部分呢，有诶，迄个医疗单位呢，如果甲你做较艰苦的，就是讲以后甲你包括 D 入去，但是伊无一定讲应该甲你包括 D 就对，吼。但是真多人拢是包括 Part D 就对。啊，这些就是讲 C 的部分，所以。以正式的介绍来讲，你就是要去买 Part D 的。你呐，你的保险内底呐已经包括这个 Part D 啊，你就不用管另外底。那无时阵，你最上伊是正式是介绍，你还要去买就对了。吼，这就是。那 Part C 干脆取消了。Part C 吼，应该是被取消了。那我都没取消了。对吧？即马迄是安顿起来了。六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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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外客是讲将对这个六十五岁以下六十四岁才会补欠。我是讲要先钱所以因为卡西的。对卡西的部分吼，因为即个促销真困难。伊内底我等下甲大家介绍是讲，即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内底有分五大系统，五大系统内底分这个HMO， 你就开始就是 HMO， 你要来甲促销啦，真困难，无可能。第二个来讲，叫做 PPO， Blue Shield Blue Cross， 这就是帕西的部分一部分。帕西拢都有五大个组织就对了吼。第一个就是 HMO 过去是干呐讲，单独你像讲旧金山迄个青纳汤内底有遐个什么中华医院啥，是讲伊有甲伊本身的医疗系统，迄叫做 HMO 对。但是即马新的 HMO 唔是安尼咯，即马新的 HMO 是讲，假使讲咱接病人，大家拢是医生，咱管理共同来负担，咱来签署，变成你一个 HMO 的系统哦。安尼时阵，这个 HMO 就做出先例嘛。所以会出现很无啥简单。后来又一个其中一个系统就是叫做。Private fee for service 就是讲私人付费保险吼，即、就是讲包括较泛嘅，他都讲 A 是个单独嘅组织俩，HMO PPO 是较大嘅 network， 无需如果是 network， 啊 private fee for service 是讲较大嘅，就是讲你全美国你若有接受即个 Medicare， 我同你拢会去看医生，对不对？啊，佫个就叫做 health saving account。啊，我本来是 special need account， 但系 pass 内底有这五种对，这五种你讲要促销，我想你也无简单，因为但实际上社会的迄个结构出现吼。OK， 即马就是讲，你若是退休，啊，你伫退休之前，你有参加你公司的迄个福利，啊，即个福利上面继续互你。安尼时阵，也是讲你目前还未退休，像我即下未退休，我搁上班，但是我再我65岁了，我是要安怎来用这个 Medicare， 也是用我公司的迄个 Group Insurance 产品保险，都得来上。那么 Medicare 我咧讲啊真清楚，你若是一个退休的人，哦，你若退休的人，当然就是用你的 Medicare。哦，那即个 Medicare pay first， 就是讲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大先来付，伊用第一个处理用 Medicare 来处理吼，即就是讲你若是 retire， 就是讲你已经退休啦，啊是讲你还未退休，但是呢，你的公司刚好有20个这个成员俩，就是讲规个公司内底有真少规模个。20个人呀，那安尼时阵，阿拉是 Medicare 来做第一优先的对吼。啊是讲你是65岁以下，咱头先讲少讲是讲65岁以上，你65岁以下的人，但是呢，你是因为 disable， 就是讲你残障对吼。那么残障的时阵，你的公司是伫100个人以下的时阵，阿拉以 Medicare 优先来负担这个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拢是你家己的公司的保险。我是讲，像阮公司都几啊百人、几啊千人对无吼？啊，安尼时阵，甚至于我已经65岁啊，啊去申请 Medicare， 但是公司的团队保险做优先的，吼、哦，所以有分就对啦。多一个优先，多一个是第二个贷款，吼、哦，第二个这个迄个顺位吼，这有这个优先顺序。啊。即个过来就是讲，你若等于移民的时阵，你看这个五十一页吼，对你来讲是真有帮助的吼。因为你的福利内底，即内底就是讲，你要安怎，咱等下要介绍较详细，进前五十一页你先来记起来，就是讲内底有真济，你会当每一年会当去摕到的，即个。什么这些检验检查这些吼，你的福利啊，你有做吼、哦？这个我有个建议做中文的部分，所以我跳过了。